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废材幽灵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教教互相怼拳的画面。首先咱们看到的是成太郎和必要的对决。接下来是成太郎对乔努洛。然后咱们看到的是父女对决，成太郎和徐伦。最后给大家带来的对决是父子对决，迪奥和乔努诺。咱们今天的演示也到此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